好啦，昨天就完咗个年会啦，今日咧就轮到比赛咯。呢个瑞港澳嘅青少年科技交流活动，全部都陆见未来，行得我哋出去攞行李，快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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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住我。然後就我們今天的安排的話，就是一會去到學校的話，我們有時間好，各位跟著行了，跟大隊行了，好 man 啊，好，進入會場。插电啦，冇用晒啲电啦。有冇爱心啊？你揸翻翻嚟插电先啦，好唔好？唔好拖埋个尿袋出去，成个即系肾病病人咁样，唔好咁啦吓。时间咧？喂，冇玩手机哦。喂，帮下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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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其實是兩個人一組或者三個人一組，就是去負責，譬如一個人是專門負責夾翻，一個方方負責睇翻靚女啫嘛。協和小學隊伍 ，A 四是紅方 ，A 六是藍方，斜班，唔緊要，唔緊要啊。好玩啊！好玩啊！OK 啊，喂哦，好，我知啦，呢個呢個都過到喎，過到啊呢個。佢玩到依樣嘢，佢就唔重要啦。摩打，哎哎呀，有啲線腳，哎得，哎呀 pass 啊 ，OK 啦 ，pass 啦，已經得噶啦，過紅線就得啦，已經 ，OK。哇！哦，好啦，三日嘅活動完結啦，就包括呢個瑞港澳年會啦，同埋啱啱舉行嘅瑞港澳青少年科技交流活動啦。咁咧，而家我就帶翻探記個學生咧，就翻香港啦。好啦，今日我分享到呢度啦，我係卡洛斯，喜歡影片嘅，請你訂閱、加讚同分享出啊！拜拜。